사과를 형제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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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어휴! 이런 거 들고 살려 놔줘. 들고 살려, 주워살아! 아유! 농어 선물 다 왔지? 저거 주워살아, 주워살아, 뭐. 狗吃叫 狗草, 人吃叫 石锅. 好嘛, 今天我看你玩个啥子花样? 你看嘛，妈儿都能吃就是。 大家好，我是美颜，我又来了。今天吃橘子，买了个石锅，买了个毛肚，做一个石锅涮毛肚哈，简称猪勺火锅，开干。切点配料，把锅顶过去。再准备一碗香料，我打屏幕上了。2把花椒，加入清水浸泡。一碗糍粑海椒，我只是买的现成的哈，就是把鸡中海椒一起煮趴，然后再煮碎，就变成了糍粑海椒了。再切点洋葱。 青菜、香菜，再一个香料油，一个小桶油。阿公，点火！油在开盖。菜籽油、猪油、牛油，牛油，然后下入香料，再开后捞出来提汁，再下入豆瓣儿、糍粑海椒、小火慢炒，再下入泡好的大料。 再来点醪糟，小火熬半个小时，再把毛肚洗出来。哦，这个毛肚都有时间哈，今天实现毛肚自由，再撕成大片子。还准备了冬瓜片子、土豆片子、金针菇、火腿、火锅丸子、甜味香肠，熬香后加入清水。 哦，烧菜还在抓住石锅，擦干洗干净，慢点吃了哦。慢慢我看你吃嘛，慢点先吃。只有你要想得出来了，煮出来来吃。一二三，慢点哦。再把石锅点起。我好久烧串了哦。哎呀妈，真是这个。好久烧得透哦。要不我一半个钟头。要烧半个钟头啊要。再加入锅底。 啊，弄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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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三二，三二啊，龙龙，你不抢，龙龙，两，哎呦，给你整个那种，整个整个整个啥子？这个是啥子？叫啥子东西？火腿肠。哎呀，我看清水糖的，哎呀，好吃，是吧？哎，这个是我吃的别有一番风味吧？哦，有点重。嗯。哦，哎呀，太多了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还是加点火，要得，要得，嗯，哦，哎呀，太爽了，跟平时吃的感觉都不一样吧？嗯，应该是，应该是我的，我过的 beautiful， 哇，丝儿毛都多，哦，这个涮锅鸡嘛又可以吃了，哎呀，八十半，哦哟，太爽了，这个吃一样啊。哦，生活不要骨头酱，毛肚不要筋头烫，哦，烫久了就老了。嗯，那叫一个脆。哎，太难用了。哎呀，八十半。那虾菜，你装虾菜？要的。哎呀。嗯，好爱慕啊！嗯，你说说你们四个同，这都四个，好嘛好嘛，我吃我嘛就吃。今天看到我过得太爽了哈，你们一定要试一下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我，喜欢互动的朋友们，我是大哥，我们两个人拜了个拜，拜了个拜。